妈妈，嗯，我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汤汁洒上面了，怎么擦也擦不掉。擦不掉了？对，洒了不小一块呢。拿了两个快递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静宝妈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2022年2月4日，我们的首都北京将会迎来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好了，到视频的结尾会给大家揭晓答案。现在我们来开箱。可能呀，有的小伙伴就会问了，静宝妈妈，你怎么老是给静宝买衣服呀？大家也都知道，静宝平常都是在学校，每天呢和同学跑跑闹闹的，衣服总是弄得脏兮兮的。有时候碰上那个阴雨天气啊，我还特别担心他会淋雨感冒，所以呀，就一直在悄悄的准备黑科技运动装备。这不，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了。静宝，来帮妈妈拆快递了，快来。好的。你拆这个啊。嗯。我给静宝选的是安踏儿童设计研发的一款和羽翼第五代防大风雨外套，最主要的特点呀，它的面料是无氟防大雨科技技术。使面料呢具有一定的防水防污渍，比如说牛奶呀、可乐呀、果汁呀、酱油呀，还有就是它的透湿性特别好，能够保持运动中的干爽和舒适。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设计效果啊，它是一个蓝白红一个渐变色的设计，它的灵感呢来源于冬奥会火炬，穿上呢很阳光，凸显运动精气神。然后它的外面呢是一排的魔术贴，里面是双向拉头的设计，更加方便小朋友的穿脱自如。它的腰部呢是抽绳设计，如果嫌宽呢咱们可以紧一下，如果嫌窄的话放开就可以了。我还给静宝搭配了同款的卫衣，大家看一下这个面料，摸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它的这两边呢是开叉的设计，使整件衣服看起来呢更加的洋气。不喜欢静宝？喜欢。赶紧穿上试一下。穿好了吗，金宝？拿上。还有帽子嘞，帽子也戴上去。头发梳一下哦。戴好了是吧？对。让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妈妈。嗯。这身衣服穿着好舒服呀，这样我出去玩也不用怕脏了。对呀，那你现在穿上去外面跳绳试一下，到时候学校的运动会你就穿着这个去比赛怎么样？行。再来，哇，好棒呀！对嘛，衣服拉起来才舒服，是不是？好，赶紧抓紧练习啊！哎呀，妈妈，我可真累呀！好，坐这歇一会儿。好了，视频的开头阿姨提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现在由静宝来给你们揭晓答案。第24届北京冬奥会。你们答对了吗？